我台南教育中心第五届少年典礼方案，二十八位青少年伫社工督导吴怡静的传达之下，三十号来到嘉义金东店，为一连六天的壮游澎湖的公益旅行活动来上香祈福。北教育中心所有的学生、青少年朋友，有定义啊，咱明仔在七月初一日前往啊，咱澎湖做七日游览地位。增加观赏，以及做一个知识之旅。由咱教育中心咱的主任督导，咱的社工师陪同咱要来前往咱澎湖，祈求咱陈水爷会当神威显灵，赐予咱所有的人员会当一路顺风。平平安安。我台南教育中心表示讲，经过当月锻炼甲规划，后期十八位青少年有完整学习经验，并且提升自我认同甲价值观。四月份的时阵，有了少年亲手制作着手工饼，到市场夜市啊来贩售。抽出着六天的平湖旅游的交通费，以行程特别到嘉义金龙店来上香拜拜。总干事郭建南甲副主委郑天林、丁委员，嘛为少年朋友来挂上清水啊，加持福地来保平安。一个壮游澎湖，而且公益旅行，将亲近着澎湖体验着当地人文，以着骑脚踏车的方式来这实行，参访着澎湖当地而且名胜古迹、甲人文景点之外，卖进行环境保护宣导，安排着净滩甲韩国部队快闪的活动，并且甲澎湖的家父青年来对谈，分享台南甲澎湖两地的学习经验。南门新闻，甘新富，嘉义采访报道。